搭山草大埔，予咱做工课真丢，了。哪做哪款话，过来唱歌。山草大埔一组五百块，搁位专线电话：零九三一四一七五六六，崔阿龙。山草大埔是咱农民朋友做石头上解麦子个好陪伴。大家好，我是宝妹。下播。 欢迎来所在相亲的朋友，感谢收频道，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刚刚嘉班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来候播主持，坐在后面、坐不后面无清楚、无了解，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空一，1, 1, 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伫家欢迎来相亲吼，多加的利用。好，老师，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吼，听友左子然，左子然伊问的问题可是讲种瓜菜啦，啊，有黄金大白菜要安怎解决掉伊的病虫害？ 问题要喷什么款的油啊？偌久呢？一届还没有回答以前吼，咱先甲李大道的电话先接接咧吼。来，哎呦，哇，从，从，来，我来打给他好了哈，我们等一下好了，先这个是李洪大贝的电话，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因为他多少卡，先看什么代志。喂，哎、欸，阿贝啊、喔，哎、欸，嘿，hey, 什么代志？你讲。欸

你感谢噻，所以你感谢老师。但是我这么讲，我这包装我也无钱加工啊，是安怎吼？我想要我巴送来送老师，谢谢老师。安尼，我今今今年安尼咖啡价，我今年五百块啊。所以足几多的，他正咖啡卖三百，老师甲固定你甲指导讲，卖啊够卡多块，我今年着几。 你讲哪个呀？嗯、我,我的这个物件过来，和我做的人，嗯，嗯啊，要叫阮去做遐人来接，嗯，哦、嗯，反生产利润嘛，行情嘛拢贵啊，OK。 <Okay>. Oh, 好，谢谢感谢阿伯，感谢啊，哈、哦，哎，过来哦，嗯，感谢已经高钱啊了，他一定会来的，这几年每一年都有来参加，<laughs> 非常感谢他哦，感谢让我讲嘴，天有真的就是这样子，像今天住在那个彰化的王先生吧，哈、哦，外改安排跟诶，那、哎、林世坤，好、哦，圣公诊所会，嗯、因为他是透过他呢，诶、哎，知道。 电台的一些制裁，结果呢，欢迎他买的很凶。我现在一来不会问，我刚阿公，你人在卖来啊？<laughs> 我真的很想跟他争卖来，<laughs> <laughs> 我真的我很想跟他讲，你用用这么恐怖吗？吼、哦，不是来就是因阿伯来，不过是因为来，因为他的虎可大吼、哦。所以呢，不是他不我是啊。老师你会发现他来公司的电台的频率很高哈、哦，但是他很开心啊，所以他很开心。我这种话我怎么说的出口？搞不好他真的有看到，可、就是讲。 一个阿公，覺我感阿公，伊以较胸量淡薄，但是他可能觉得说，诶，伊卡无得过来，这个利润上呢是 OK 的，那我就觉得好。阿拉伯听，天佑恭喜在，你点阿公，那我很亲像你安尼咧说真的，你一直买，我自己也会那个，我相信吼，像我这种心态的应该是很少，应该是讲究讲究讲究。但是，我都会忍不住，我个鸡毛该该问，因太太顶回改老公，不会吧？农机站改也来，哎呦。 婚恋恋爱你哪来啊？这今天又来啊？是怎样啊？不是才刚买很多？哎，讲啊啊啊！文贤新一个啊，我赢啊！我哦买啦！不要这样子啦！哈、哦，真的，我会跟大家说，不要这样子用，真的不需要，真的真的。哦、我阿喜讲话讲，因为大家拢做些人赚辛苦钱，那其实我没哈。今麦经理处，伊讲伊无去讲，不太跟人家讲一些价钱。他说，因为大家哈都是赚那个很辛苦的钱。 不管讲你是做吼，诶、欸，水投水诶啦，是讲吼赚追诶，因为逐个拢是趁种辛苦钱，啊，你若是家己做较好，诶，安搞好啊。结果呢，人家他也得到反馈，你无去甲人计较，人感觉讲你袂歹，反而人家呢，哦，遮毋免里面收，遐也冇敢改收，因讲因安尼看着即种人客。所以我也相信，我也是很少看到我这种，我也不会讲。有时候我常看到听我来，我都觉得啊，不你不你是安怎你是安怎用诶，那会用家强，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呢。 诶，哎、欸，应该讲好啊，吼，真的有时候量太多呢。我我不是说怎么样，因为如果叫你要做，譬如讲，我把狗搞诶诶，一旦跨出好够啊，你不用吼，整个一瓶就下去了，知道吗？哦，碳基金这样假型够呢，不需要这样子。但是大家有时候就用的很开心。你话点我那碟加一展览，咪就这点下去讲有秘有老师你也自己听了听到，什么不好？鬼管个管哦，可个丢啊啦！哦，听了很傻眼，我不？ 哦啊啊、哦，好吧，好就就真的就就就就，他觉得说反正就是要这样用，好，我也只能够说好吧，谢谢听友哈、哦。好，阿伯，感谢你哈、哦，感谢讲的听友哈、哦。如果你们在这个部分呢，你们用的看得出效果，阿莲茹碳一定的筋骨鬼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好、啊，这个算是我们的广告吗？嗯、应该算是。好，我们以上呢是广告，来，老师，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哈、哦，这个卓子然的问题，来来，因为。 诶，伊诶、呃、问题讲第一概种挂菜吼，抑个即个黄金白啊，黄金白啊是安尼，伊是即、這个啊，伊叫做黄心白菜吼，伊为诶半个月时阵吼，伊内底迄个诶油啊吼是比较偏黄色吼，所以把咱台湾呢叫做黄金大白菜哈、啊。那么真侪拢讲这是即个日本北海道诶哈。啊 哇，你你说北海道就北海道吧，哈、哦，这物件就是安尼。那么，但是呢，我跟你讲，哈、哦，这个熊爪噶，这个品种，哈、哦，噶这个品种呢，这个做出来呢，是这个天津蔬菜研究所。所以在，伫大陆山东这边，伫这个北方的田地，这家家，嗯，啊，因经济吼，拢是这个这个品种。所以呢，这个也是啊，今嘛有一个，够几种品种是黄金娃娃菜，哈、哦，因、這个。 啊，伊迄个大白菜呢，伊就是是，伊是伊是改白调啦吼，家改外口迄个下白调啊，敢若后下，我爱颜色嘛，就水颜安尼吼，所以 OK 安、啊、尼，即、这个造食欲诶吼、哦。那么即种黄金大白菜很适合，因为即就是咱迄种诶啊，即个伊毋是传统迄种咱台湾咧食迄种大白菜吼，应该是啊那就。 这包包链这类的哈、喔，这类的一个这个大白菜，而、啊、且、這個、大白菜这個品品类其实哦、喔，其实足济啦哈、喔，所以呢，有的人讲啊，这是属虾米款个这样不好蛮在，即马新的这个物件呢，比如讲、啊、以为为这个像呢，一种这个白菜哈。喔 大白菜，但是一个要包啊，唔成包迄种哈。比如讲咱大白啊，大白菜实际上是這小白菜后代哈，就是讲伊原生应该东是之个小白菜哈。那么小白菜来得去选去选选选选出来，熟迄、那个有啊较会包的这种的。所以有一寡这个白菜哈，嘛比如讲有一寡土白啊这种的哦，也伫寒人嘅时阵，伊会生一寡成白菜，竹成咱的宝贝啊，无要包，微种嘛最好食，微种咧大长的嘛是。 伊嘛是组一起的所以那么进前有一档啊，保安是有诶一个有一个一、那个即、那个各类、那個、菜加即、這个白鸭去杂交诶这个品种<對>啊，虽然伊无讲真稳定啊但是呢，即、這个食过的人都觉得诶、欸，这个真的还蛮好吃的。嗯、啊，但是因为伊个就伊个就是被被保安唔加保安呢吼，所以伊个运输就歹运输诶。 所以好食啊，但是啊，即个运输较歹运输。但是伊就变做，伊起码伫大陆这边已经推开了，伊就是人专门去定做，运工人专有一个专门做即个酸白菜诶人，做韩式泡菜迄个工厂，伊就专门订订即个讲，诶，你一年甲我生产即个两千公斤的剂。 我这啊，我种种种，伊是家己种啊，家己即个加工，家己即个制价贵，啊。因，但是伊比较足好个安尼吼，所以即个应用啊，吼，即个物件是安尼吼，这是即个题外话吼，但是啊，不要别互你知影吼，因为看一条即个黄金大白菜吼，所以小可讲一下吼，就是讲伊迄个肉是黄黄，所以呢，通常是即个黄心吼，应该是黄心白菜啊，咱今嘛因为迄黄肉，所以咱哩改叫做黄金大白菜。 那么，这个虫害的一个部分啊，一般通常这个挂彩哦，加宝贝啊呢，啊上惊的就是恶骨啊，恶骨啊吼，即恶骨条啊呢，尤其挂彩哦，挂彩非常惊即恶条啊，所以一般通常咱咧种的时阵哦，天气那是还有大概就是生长的时阵，差不多一礼拜就是变热啦。 一礼拜就是固定的，伊就是管吼。反正我一礼拜就是一遍一礼拜一遍一礼拜一遍，因为你一定外预防，你袂使可以来啦。因为你迄个来的时候吼，你就袂有啊。但你看到讲，去有糖加，有当时啊，伊已经米你来对啊，哈，米你来对啊，米你来对，你就无法哩啊。哈，就是，那你一咧这管理上呢，就会很困难啦。哈，所以按正常的时阵，就是讲咧管理哈，大概。 一开始吼，通常，尤其是这个生育嘅一个、这个初期吼，那么若是热人吼，并讲你种，因为这里那是种黄金白吼，黄金这个黄金白菜来讲吼，黄金大白菜，用伊迄个伊即种品种吼不耐热，所以伊伊这台含咱传统咧迄个啥物热人咧种诶迄种宝贝也无敢换，即纯粹就是只追秋天吼白露后咧种诶吼，那么一般通常伊是。 一开始吼，就是注意买吼，即个吊丝啊啦吼，还是讲青塘啦吼，啊恶菇、就是、啊，是、這、即个七斤糖七斤糖就是即个秋菜叶，嘛，即个物件去个搞，因为呢啊，咱即、這个即种菜挂菜也好啦吼，还是讲即个包白啊，最主要即、這个，就是菜，就是即个吊丝啊啦、青塘啦吼，那么恶菇啊吼，啊恶菇啊了，有一寡即亚朵吼即种呢，即种会较严重，所以。 李西藏来讲，通常一礼拜吼，大概不会足少讲会当拖超过一礼拜，有当时也五工五工五工吼、哦，就啊，大爱装一遍的，就是讲你事先先做预防，然后呢，伊会一个较不容易起来。那么这恶古啊呢，可能就是讲会当伫要前进前，比如讲你下即个定期家暴户的猎啊，这是、個、猎，这下在即个涂骹底。那么下多涂骹底有一个最重要，这个意义啦，就是讲你甲黑类啊，黑类伊。 伊较毋敢我来，吼，即你讲会当冻偌久，即差不多正个月嘛，啊，咱要可配合即个药啊，吼，小转一下安尼，啊，即可能控制会调啦，吼，无你敢若卖讲啥，即恶谷啊，吼，即特别喜欢吼，你若挂菜甲包皮仔精做伙，本来本来包皮仔着咧惊，啊，佮含挂菜，挂菜会较严重吼，因为挂菜是即个恶谷啊上严重诶啦，吼，讲所谓即足奇怪伊的。 伊恶牛啊，都是特对这瓜菜特别这介意，所以人咧生咸菜诶，咧种迄种拢是伫咱江南平原，只只家自己留作，二己作料。啊，二己作料呢，伫即个，啊啊啊、比如讲新港啦、破注啦、龙虾啦、绿草啦、太保哦，即嘛太保较少啊，无啥地吼，太保拢咧种感觉咪吼。 啊，所以较无茶通好去，啊，因伫即个水池刷了二，二支竹，二支竹刷料呢，迄、那、迄个茶吼，摕来做即、這个，摕来种即、這个，来种瓜菜。啊，因为伊有拄过水吼，所以呢，这恶谷啊，较袂晓食力啦，啊无，伊迄瓜菜吼，诶，个小较败着。诶，做加工诶啊，你想讲迄个当卖咯，就诶，油、哦、啊，若加转两遍啊，都爱了钱啊。所以因通常着主要呢，一开始着爱，着是讲。 茶爱有饮过水啦，吼，爱煮水，煮煮过水。啊，你煮水诶时阵，其实即个汤药啊，你会当，因为人迄水产煮足久诶啊，咱若无，咱就是要静静静吼，即一挂汤药啊，会当先先甲用落啦，吼。那么，真个咧用诶时阵吼，比如讲即个背单诶，这个即个劣质，就是讲像像。像 系一寡即个定期加保护即种诶，一个即个例子吼。啊嘛先加虾吼，先虾伫即个即个产地啊。你若像即培丹，有人是煮水诶时阵用培丹来把冰先刷咧煮蒜糖，像咧煮蒜糖安尼先甲煮一遍，煮一遍了，布裂裂裂起来了，较搁落去煮。啊，即即安尼起来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即个骨较囝较少啦吼、啊。所以呢，你若是进前即块地有种过其他诶菜，你若无安尼处理吼，诶。 诶，挂菜一可能种袂过来了、啊，诶，加加贵个那蕾丝的哦，诶、這個，贵拢蕾丝边哦，迄块要爱小注意者哦。嘛，一般通常是差不多爱五缸至七缸啦。相机咩个头啊，尤其头啊，只四遍，只一个月，可能上起码爱四遍油啊，五遍油啊。头啊只一个月，啊尾啊伊较大涨啊，你着当较轻采哦。因为咱个即个作物压落来啊，天气嘛较凉啊，即、這个虫害嘛较少。 这是安尼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哦，即互你小做一下参考啦。啊，就讲是会当堵水哦，即小堵一寡水呢，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即用堵水料来种哦，即真侪即干果爱插花爱插进种。那这个是上重要，这个所在是的，一只家好朋友小做一下参考哈、啊，嗯。 好，来六三三八六空一六三三八六零一，1, 1, 这是现场的可云专线电话，欢迎咱好朋友多加的利用。有天能拨清楚，我了解的代志，斗稳等看咱的电话。再来是听友小明，伊要问阿爸老师，小盆的这素田精做丁是毋是会当加沙奇多呢？到底吼、哦、做伙来盆，啊。若是讲会用的几杯较适当。 这个速田精，哈，咱较早咱有一个名嘛，是叫做农中兵哈。那么，这是一个较高价一个一个配方，哈。那这种呢，伊的一个成分，哈，这个因为也是一种啊比比较较容易吸收的一个一个胶体肥料啦哈。所以，伊个果胶那种白果胶呢，很容易这个溶解，哈。那么，以氮磷钾钾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点多哈、哦，这些物件，啊，这些含钾的量很高。当然，你有一寡即个镁啦、硼啦、锌啦，哈、哦，那么即个营养元素上重要的，就是讲啊，以这物件咧用的时阵，也不需要太多所以，并讲，因为伊也足容易吸收嘛，伊是即足容易吸收的即即钾肥。所以你咧用的时阵，就浓度不要太高。毕竟，啊，毕竟它、啊、还是化学肥料，对吧？所以呢。 虽然讲伊很安全，但是呢，即、這个化肥啊，你只要浓度呢超过，比如讲你家用一百倍，啊也即、這個、做也是不嘛写淡袂掉。所以若是会使呢，大概就是一千倍到一千五百倍啊，不管东西电鱼公，你哪咧用吼，大概就是一千五百倍吼、哦。那么小番茄因为咧抓，因为咱爱知影吼，即感冒病呐抓伤侪伊嘛会贝多吼、哦，因为啊你贝那特平特平，就钾如果用太多了也会这样子，所以。 咱若是宝宝啊，那爆嘞爆嘞哈，而且甜度又会起来的好啊，所以一般通常就是一千倍到一千五百倍啊，嘛、哦、来当来用。那么你来当拿这个，并讲萨西多，萨西多的不要紧啊，萨西多因为伊这是天然细胞分裂素，伊的 EC 值足低哦，袂当讲无 EC 啦哦，因为怎怎么样都能够测到那个值，只、就是讲啊伊的这个 EC 值较低。那么这個萨西多吼，当、哦。咱 伊也迄个，伊只只较低，所以你即两项会当甲农作物用。啊，因为沙石多，伊毋是化学肥料，啊，只个浓庄地伊算化學肥料，所以咱咧用诶时阵吼，即、喔這个沙石多，咱会当用。啊，一千杯，啊，即、這个浓庄地，即、這个速田精，即些物件，你咪当用一千杯。 我讲啊，无啊，你毋是讲一千一千，安尼变五百，敢袂伤济？因为即两项毋是化肥料、啊、比如讲你若是要用做田诶哦，即个转色三号，啊迄迄化学肥料嘛，会化肥料啊，你佮用即个农庄田速速田精即个，啊，即嘛化肥料，啊，即一千一千，安尼两项加起来就变五百。哦，安尼迄个浓度就伤过悬。一般的，较无啊，你你会当用用两千两千，啊，加起来拄啊一千倍安尼。 我哋也三十多唔免吼，即不要紧吼，因为即天然细胞分裂素，那么伊对着伊嘅一个一个成长吼，这个效果呢其实还挺好的，所以呢，你即下即系当我男好朋友，就做解即个,个了解点好。那么即个在欧洲哈，即种呢，即个天因为它是天然的这个成分，所以也营养呢即、这个、有足足嘅哈。 啊，也蛋啊，夹啦这种的，因为这东西天然的这物件，所以你家加做费用没有关系的，而且效果还不错的。吼、哦，咱真济这个好朋友呢，提来咧转这个雕花的时阵，就是呢，尤其那是雕个雕花这个时间啊，甲本之类那个效果其实都蛮好的，所以就提供我你做参考，这两项当然这费用。 一个一千倍，因为你你会发现說，讲其实咱真济物件咧设计咧，啊，讲差不多都是在一千倍啦，嗯，就是大概就是在一千倍，啊，有诶，咱用较广八百倍啊，但是呢，诶、欸，正常来讲，拢是设计差不多在一千倍左右呢，会比较适合一点点啊，嗯。来六三三八六控一六三三八六零一，这是现场诶电话，大家欢迎咱乡亲多多利用。 过来是咱听友吼，我们的听友呢，这个博凯吼，博凯呢，来老师你个夸在。伊，咱昨昏我们就已经有回答他的问题了嘛，那他有在问说，有关呢，伊发现讲伊个这扁又呢有吼，哈这尖尖尾现象，毋知影讲是虾物原因，讲的,的,的是伊目前拢是落即个一号肺，即个。 呃，一盒啊、哦，吼有较罕哦，所以呢，那、啊、正常一般倒啊，不还是大概拢会叫你的五盒嘛，吼、哦，就是五号、五号啊、四号、五号、五号、四、啊、号，还是五号、四号、五、哦、号，吼，等于讲卫生要用四盒啊，四盒啊，就是加较贵，啊，五盒啊，就是半价，差不多這，即个单客关加呢，大概一点二比一，差不多即款的一个即个，即、這個這个比例啦，吼、哦，因为。 安尼吼，喔、较拄好啦吼。啊你，你你若是纯粹用即个一盒啊吼，伊可能会较肮脏咱咱讲会较肮脏著是讲伊诶氮素会较,較高，氮素较悬变做诶钙，钙里诶即个食肥若较无够伊著会著安尼买你位安尼玩玩吼。但是有当时啊，即买你位玩玩无正常，即种情形诶。你爱先，若是肮脏著是即个氮钾无平衡吼，就讲钙无，啊，若毋是著是筋出问题。 哦，比不讲白嘞，我这长肉啊，正常正常啊，未伤大肉。嗯，即、這个胃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一个问题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进可能吼，真有可能会出现着即种问题，你讲有可能是因呢一点啊，即个状况。一般咱即满咧鸡咧拢是鸡即个大肥啦，吼，就讲咱咧讲过好啊过好啊，其实都系大肥有啦。 啊，这袋肥五号啊，即马咧用嘅东西，一个叫做消消林鸡嘅一个一个肥料哈。那么这少林鸡嘅一个这个肥料，唔、哦这个、是迄吉隆五号哈、哦，不是吉隆五号哈、哦，你唔通未？那、啊、吉隆五号啊，不、哦、啊，拢会讲吉隆嘅。哦啊，那尼是五号，我就直接开始讲五号。哦，即咱来小讲解啊。那么以以迄个蛋吼、哦，大概就是即、这个啊十六八十二嘛，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哈。哦 十六八十二哈，所以这款的一个这这比例起来就是讲以弹夹加的一个这个这个比例哈、哦，就是啊弹夹比呢哈、哦，这十六个除以这十二哈，那么大概就是一点三比一啦哈，弹、哦、夹加,加这个比例呢啊，应该是还蛮适合的哈，但是有时啊，哎你要较管小嘛，咱。 咱著是两遍五,、啊啊、五盒啊，调一遍，调一遍四盒啊，互伊龟灰两遍五盒啊，放一包，调一遍四盒啊，互伊龟灰啊，这差不多半个月著一遍，一遍著十公斤至十五公斤吼，不要太多，薄薄啊著好啊。吼、哦，啊，未管规工拢伫啊咧落肥吼，即个落肥食落啦吼，也、哦、有时啊是，啊伊讲迄食歹落啊食歹落呢，你到底熬平著好啊，无一定得，得爱用冻的吼，冻、哦、的伫即个所在吼，所以。 即个一盒啊，吼，有一点啊蛋白比较高啊，你可能会感觉讲是唔是？我，比如讲我豆啊啦，未较未青吼，所以呢，会特别去特别讲，哎豆啊未清翠，啊豆啊未清翠，照照讲即个面豆啊未使伤青啦吼，就是还有一点啊呢，小可有一点北部北部啊白布白，即卖即个需求是安尼吼，所以小可一点啊白布白布是正常诶吼，但是你有一点流啊流脉，啊流脉即种就咱讲流脉就是迄、那个。 买量渐渐啊呢，哦、嗯，流背还有东西歪歪，那么这都是价卡无够，这个比例内底单价比诶，個这个这价卡无够，啊，卡无够也较容易流背，即回归嘛啊呢，吼、哦，回归嘛是同款是这种情形。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素粉不完全，所以爱看买啊者，后边讲你斤也无问题，啊，这个肥料，但是这无药也无向长，吼、哦，但是你看起来这应该是氮素较悬。 氮素比较高，吼浓度较悬，这样你卡唔好啦吼，所以呢，那是要呢小调整一下，落一半刀啊四号啊，就是讲你会当用五号啊五号啊四号啊，还有迄个食的比例了要有应该真紧会当把伊即个调整过来吼、哦。那么假设吼、哦，假设哪种讲伊开花时阵吼，迄、哦那个受粉较无向你好势，并讲咧开花迄段时间伤热，吼、哦，恁头啊吼。 伊会冻霜吼，阿、啊、无一般来讲，闽南话较毋惊寒，对吧？所以有可能，伫山顶嘅冻霜吼，即个伫即个时间咧种，因为山顶一般拢是种热啦，伊较有迄个结蛋啊，即、這个东北时啊，即水吼，伫山顶咧种较无结蛋，一般通常是安尼。那么假设你若是伫平地咧种诶时阵，你咱从最近即几工咧温度较悬，爱拄咧开花，有时啊，伊受粉嘅较歹啊，你当甲喷一过啦，即天然细胞分裂素。 用一点嘛，即个沙奇多，而且是乌阴天，啊。你就用一点嘛 N 九、啊，这大概是阿你来改调整。啊，花讲灰规模高，规模性诶，规模高，花规模高爱用虾米物件？用即个米诺、玉米素，即类呢花得真侪。嘛、啊，但是呢，各一种情形，就是咱一直咧讲诶吼，伫伫市面上，有人会甲你建议农药店，甲你讲,你讲啊，即喷一滴阿多尼古。 即阿多尼库哦，这个、日本人话好用都话好用，迄是二十当前的阿多尼库就好用的。二十当后即嘛目前即阿多尼库呢，好不好？你待完没有看到好用的，我只能这样跟你说了哈。诶嘛肥当啊不，唔是讲伊无好用，就是讲伊袂使用伤济遍。比如讲六千倍你用两遍，啊那无原来六杯，你若加用寡，你要阿有多尼库管。 伊诶物件袂歹用，啊，但是你加管两遍，啊，着早衰，啊，着早衰着是原来出现着，即、這个刘备，着是我咧讲诶，讲筋无好诶，即个即个情形安尼吼。即、這個、好朋友呢，先做者即个参考哈，简单甲己做者即個,个回答嗯嗯。 好，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接着是猫头鹰，吼，猫头鹰有两个问题要请教阿巴老师。伊讲资料上咧，咱定下只讲到有关尿素咧喷伫咧作物的叶面顶，会当延长叶仔在寿命，即个唔呀。如果若是到底是要怎来使用？另外、就是、个是针对疫情的即草莓是伫咧台南的温室，是毋是？会当请老师甲伊讲解一下。草莓咧，伫咧种一直到采收，水分甲培分的管理，包括。 若是讲一个住宅，现代一个住宅要安怎搭配来使用？因为尿素哈，本地迄个药面哦，你讲会当延长到这个叶片的一個这个这个寿命哈、哦，这个呢应该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说法哦，这些物件呢。 那么这个第白绿哈，这个有一些哈，也跟你讲啊，这个再加点什么磷酸二氢钾哈。那么啊，这什么意思？磷酸二叶片用尿素啊加磷酸二氢钾，这背起来是啥咪物件？磷酸二氢钾就是高磷钾，对吧？啊，这背起来啥咪？背起来都是肥料嘛，都是都是这个氮磷钾的这种叶面肥啊。那么能够延长它的寿命，没有这一种说法。我讲不要那 N 灯。 做物嘞，即个寿命就是讲第一，因爱好势；第二，就是即、這个未使有病疼害。过来就是水分爱管理哦好势哦，啊，适当嘅时阵，一个叶面肥哦，一、啊這个适当的叶面肥来改，一个做补充哦。啊哇，这当然是可以的啦。啊、这咱像一个肥料三十四十诶，你唔知不？哎，啊，养过无？吼，即有真济好朋友来讲，哇，迄个肥足好用诶，嘿、欸。 迄、欸那个包皮啊吼，我迄阵拢咧未大，啊你叫我甲转转，我转两遍尔，敢转药啊时阵转两遍尔，哇，迄大个，加比白肥较好用，因为拄啊你用迄个时间拄好，啊过来就是讲伊薄薄啊，哎呀，迄个温度也较热，容易吸收啦，因为你三时四时即种，即来对拢一点点啊，即尿素。所以嗯，你提供伊适当诶即营养粉，也是有可能，就是讲即、這个。 这个延长伊个即个即个寿命，这个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嗯，即个最重要的即个所在啦哈，最重要即个所在的，是讲这种东西不能多了哈，没有那么的正常的是两百五十倍到五百倍哈，宝啊，而个伤侪哈，大概就不好哦、啊。那么，因为咱真侪，尤其种水果的哈，拢种到早会入毛嘛哈，安怎讲朝会入毛改成嗯，即个。 唔熟就无重要安尼吼，好像这个蛋呢不是很重要啦，因为啊，乍咱咱人拢是安尼，啊乍因为咱开始有肥料的时阵，哦啊肥噶热嘞，哦足敖大，你阵也无去管理什么蛋磷钾钙镁，啥咪拢无咧管理，反正这肥料噶热嘞，吼、哦，感觉足敖大，足、啊、几个人遐敖大个加噶热，哦个会大个噶热嘞，我擦，看去，啊安尼怪怪吼、哦，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嘛、哦，所以。 即不一定，就是讲，譬、就是讲，你爱家顾好势吼，即、哦、肥料呢啊多好啊！即卖到一个过头，迄水过雪山，即、啊这个树生长啊未开花啊！即卖就讲啊，即就是即、啊就是这个爱水果爱重磷加啦吼！重磷加了，即卖进常是即个长高加足水的，因为较早无肥料，高袂水。即卖肥料一侪伤水，一侪伤水，讲爱重磷加，搁切超完头倒来。 变做呢，一点啊氮素拢唔好，所以长得要死冻海哦，一起也都袂拄好。啊，迄阵若是袂拄好，尤其若是根有受伤创伤的时阵吼，你后边甲喷一点啊、這個，即个诶，即、這个尿素以氮肥嘛，因为根部无根部连连即个氮素拢无法度吸收的时阵，你甲喷一寡即个尿素的后边，那当然是 O、OK、K 的啦吼。但是啊，即、這个的后边吼。 这种也吸收的，一个这个比例哈，就是讲也当吸收，诶，一个啊，这个能力啦哈，就是讲也不是特别的，不是讲一定就是的是足管的啦哈。你所以你还知影着，那么叶面是可以吸收的，但是它那个浓度哦，诶，叶虽然无易吸食，但是你家盆呢，有当时啊呢，也是比较比较危险安我讲叫做比较危险，可能也去家去家伤着，因为这个。 妙素吼、哦，伊即个分子真细嘛吼，也渗透性啦、啊，是讲个。最主要的是讲，呃，即个植物也不是傻傻傻的就给它吸收进去的吼。所以你讲很多伊的家蒂是较容易吸收，啊，但是呢，也啊吸收的量也是有限。好，尤其底即个温度低高时阵呢，那么根本呢吼、哦，都无通讲无通讲向你喝水了。所以基本基本基本上是安尼哈。 好嘛，好朋友呢？吼，你也当小小仔样之类，吼，所以，诶、欸，这类、個、没有那么的我看你啊神奇，但是，啊，其实也还蛮好用的。那么，你用嘅时阵，当然，你若用伤侪，第一就是讲伊啊，伊，你唔是袂袂毁伤吼，伊嘛、喔、是会起个伤掉吼。啊，但是呢，你若用伤侪，伊就，这个量嘅较侪，伊就消涨，伊唔是消涨，伊系伤上涨。啊，这上、個、长起来呢？ 影响到伊的即个生殖生长，所以一般，咱去用即个尿素喷下面有几种的即个即个鱼竿、啊、比并讲栽啊种种落了无偌久，啊也无啥会比并讲像咱咧种兰花，兰花都刷了啊要，要死毒，去甲喷迄个三十四十的，蓝无它命必存，有一支不了的是即种、啊、那么去甲兰个落去了，伊就最容易吸收嘛，伊伊的即个肥分哈、啊，就是氮肥会、喔、较悬。 那么个一个就是讲，伫伊啊生长嘅即个中后期，伊并讲像回归啦，已经较软啦，对无？伊生生生生啊，到位啊，无啥辣吼，所以呢，你敢补一点啊，即个伫即个后面吼，那么这个对伊来讲呢，有有很好的。啊，若咧开花咧结果诶时阵，上好是卖去用即个尿素，因为即个尿素氮肥伤寡诶时阵，伊就不平衡嘛，所以即是安尼。所以即个后边就是讲因为。 为虾米叫生长的这个前期跟后期？因为以前金融它弱接不起来哦，所以有当时啊，咱也是叫饮水了哦，啊，饮过水的时阵，对不？咱就讲这个水菜哦，嗯，水菜咱饮过水啊，饮过水已经实际上毒掉水有受伤嘛，咱会跟你讲一二三，排水啊，罐头，罐头，罐头的时阵，这个米群哦，农林菌，这青、个、麦绿藻会根恢复，那么过来就是病。 海即红地，啊！你平常爱红地的时阵，咱会建议讲你用少数阿肥，因为迄阵伊根未吸收嘛，啊！迄阵伊要重建体质上盖要紧呢，就是爱有性爱有一点啊淡素哩，吼。啊，所以互伊一点点啊！那咧开花咧，结果的时阵，尽量就少买我白粉啦，不用讲像草莓吼。啊，你就少我白粉，即个伊个草莓变安尼水水吼，安尼乌蝇。 伊、嗯那个味道会变差，伊讲，啊，你恁恁到咧喷伊个，你嘛是喷氮肥啊，你唔是叫啊，伯啊，你唔是草莓唔是叫人喷喷 N 九嘛？I N 九它是你所有的蛋都是氨基酸吼、哦，这根本赶换啦吼，所以你那是咧改善这个、哦、风味呢吼，那、哦、一定要用 N 九去做处理啊、哦。我跟你讲，这喷、個、过了价钱订单吼，这今年呢，今年底这个。 在国外哈、哦，这个大放异彩哈，在哪里？在柬埔寨哈、哦，在柬埔寨啊！柬埔寨嘞，净这个，你讲看看，你要战乱的这个国家哈、哦，对啊，但是伊个五星级酒店嘛，这种的这解决需求哈，有一个一个福建人去啊，整哇，那就用了听我们的建议，然后一套安尼，这个应该家一点苗，诶宅啊出国爱整静静嗯，人生找到的方向哇，那上面。 我讲安怎人生找到方向？讲今年应该可以赚二十万，凯收一次赚二十万，中间会当拆修八百，所以呢，一百多万就赚到手上。所以农业嘛是做料好，那么有一定的面积的时阵在修行哦，这个那种快感，快感呢，这是超出其他那些，因为它来得很快这些物件，而且它又是合法的，对不对？那么。 当然啦、啊，里那唱之类国歌，对，怎么会讲到这里？我不想说什么，大家是家。因为今日又讲到这类商家啦，竟然用它来洗钱，这个有机会再跟你聊啊。嗯、那么这个物件就是讲，你看掌握好洗，所以咧用咧爱少注意一下。那么过来就是讲，就说、哦、就说呢，嗯，么用的时阵爱少注意，尤其那是高温的时阵，高温的时候伊原来是。 伊即个浓度呐，无拄好话，那会去伤着。所以啊，正常来讲，你咧用大概就是啊，爱、呃、少注意一下。哦，浓度比较高啦，你尽量薄薄啊好啊。因为伊无法度完全吸收，啊无法度完全吸收，迄个物件伫迄啊表面诶，质吼啊，液面会也是会受伤。伊讲你毋是无依稀子，啊没有依稀子，它好像也是会，這個、也即个伊毋是会去破坏着伊也即个细胞。 这个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你用的这浓度呢，我也是建议讲大概就是一千倍安尼啦，大概一一千倍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的哈，因为伊无依稀子，所以你喷一百倍有时候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讲你喷水滴一百倍，有时也无啥要紧啊。啊，但是你慢慢增加，慢慢增加，那么这个其他也做不得薄啦。一般同学就是。 大概就是三百倍吼，一般通常就是一千倍到之类许，即拢会晒啦吼，十八倍到许，嗯，到一千倍这个这个当中吼，我是感觉讲你那是许你尽量用较薄一点吼，不要用太多了吼，即明天啊用伤高吼，其实很容易出事情的啊。 嗯，生长的前期、后期是可以用啊，但是呢，你规划时阵、你结结果的时阵，你爱适度的个这个操作哈、啊。咱真侪，好比如讲，啊不啊，你唔是叫上海人去抓这个水头去抓这个尿素，我倒想咧。我讲去抓黑三两的精，啊，但是你爱承担一定的这个风险，你抓来能死也温来哈，所以嘛，这、啊、种的一個这个情形哈、啊，所以，而且唔是。 就是你还了解着吼，所以你唔通改动这個万灵丹，哦，按你对当延长叶子的寿命，按那些简单咱都唔免只困难，咱咱做时都无只困难，所以最后你需要做姐姐了解。那么草莓哦，草莓种植即个台南的即个温室哦，在台南的这个温室，那么啊不啊的要求，我认为然后我只讲。 啊，上介重要的这个所在，吼，上介重要，这个所在呢，就是一定要拿到健康的苗，因为你，你咱咧种，咱伫台南，伫家义啊，好，家义甲台南差不多啦，哦，台南嘛足热吼，那么家义当然嘛足热，啊，咱咧种，迄、那个时间那是足早，咱那是种了较早，伊个栽啊那无问题，即使稍微热一点，咱压水，许管理又好势，啊，病害病害做好，好、啊、吼，因为。 嗯、知下来，波比巴克型泡泡的菌状芽孢杆菌泡泡的哦，接种菌根菌、冠菌啊、溶磷菌，那么啊，这个啊，这个冠，这个爆，这个诶，玉米树，好、哦，这种咱知下来处理，拢差不多是这个标准的作业的一个，这个，哦、这拢是这个标准的一个這个做法啦。啊，你这个物件就是，你爱用这个疫病的这个药啊，这波、個、比巴克。 那么你讲用即个玉米素，玉米素呢大概就是两百到三百倍。那么菌状芽孢杆菌，菌状芽孢杆菌呢用一倍、用两百会就熟个啦。为啷讲迄无俗啦？就因为你包诶时阵一束力你迄个时阵咧用好过上好上熟。我甲再讲草莓，草莓有两项物件吼，但微生物内底就是菌根菌啊，菌状芽孢杆菌，就只人讲木霉菌。 我我我也很相信木霉菌很好用吼，但是阿婆啊一直无法度抓到伊，伊讲伊效果足好个，好好好的对峙的所在。为什么？唔是讲木霉菌唔好吼？研究来对都是对的，但是伊的是伊的要接种的，即个环境来对要接种这个木霉菌吼，会产生大量的個木霉菌的这些族群。你等一直用一直用，应该效果袂歹，安那无呢？ 伊个环境无通讲改好，即木棉菌无通做好势安尼啦。即些也代表你了解一个一个所在吼。那么种料了哈，种料了，你讲为即个草莓种植到采收水分甲肥分的一個这一管理哈。那么即、這个拄种类当年拄只讲的着是即个菌状亚孢杆菌嘛，玉米素嘛。 那么玉米树呢，因为热啊，哦，咱伫即个许足热，所以你一定爱做好即个工地。啊。有个人讲转药啊，我甲你讲草莓转药啊，上无效的吼。伊个仔啊，哪有问题吼？伊温度热起来，迄个位都是肉啊，所以伊个就是仔啊，哪大病吼？你安怎栽？伊就一直枯萎，一直枯萎，一直枯伊。你看苗历今年好啊，吼、哦，咱甲你讲。 今年的这个草莓苗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结果嘛是，佮赶快啊个出现啊，这、欸、健康种苗哪部去解决这个问题？每一年拢会出现，每一年拢会出现，每一年拢會,会出现，没有办法。因为最近较热嘛，这个温度较高嘛，所以就出现着即款的一个情形之类吼。那最近吼，最近呢，啊，我、呃、咧整理一份之、這个。 草莓，即、這个 SOP 啦，吼，就是讲因为百姓写出来，写出来了要要翻成英文嘛，即因为咱中文看无啊，啊，伫爱国，因伫爱国，伫这马来西亚有即个合作伙伴要用嘛，所以我即马当咧赶工啦，吼，我希望讲最近会当甲伊啊把赶出来，啊赶出来了，即、這個、今年可能无啥会赴比要紧吼，咱做出来了呢，咱会当给大家呢。 稍微做个参考，今年可能无啊多幅图、幅图片啦吼，但是呢，拜呢，不一定是，会把这些图片改要用起来啊，变做一本册，变做一本比较比较好诶吼。因为伊迄真后面讲起来真简单，知影若健康，后壁就就好做工作啊。但是呢，通下间头诶较好诶代志，所以咱伫即个管理上就要很小心。 那么一整类吼、哦，通常伫十四天内底吼，十、哦、四天以内，你哪怕看草莓咧吐水吼，拢未使落肥啦。吼、哦，我的原则是安尼啦。啊，上面叫做草莓咧吐水，就是讲伊伊嘅迄个叶缘嘅迄个所在吼，泡、哦、炸起来、這個，即个唔唔是，嘿唔是落水吼，唔、哦、是落水的，伊拢伫叶缘上，迄、那个叶啊上尖尖尖迄个所在，也有一点一点一点,一點,一,點一点吐水，有当时候你會看到迄、那个。 草莓迄个叶啊，吼、嗯，迄、喔那个尖尖迄个所在有一点啊白白，一点啊白白,白白，一点白白，这应该就是表示伊有吐水啦。哦、喔、啊，为啊，为什么一直去强调草莓有吐水？因为足侪人拢，关键要草莓大压肥就甲攻落，啊，攻落伊会大啊，真毋对啦，吼、喔。所以咱应该去创造一个好嘅环境，吼、喔。那么即个生物刺激剂，吼、喔，即个物件呢，玉米素即个物件，先互伊。 啊，即伊无意稀子嘛，啊，伊伫即个伊栽啊，就会当较紧来甲伊即个规金，那么、嗯、这最重要，所以袂使伤早，因为伊拄咧规金咧，紧足油诶，你肥若悬诶，有当时也去甲伤着啊。咱起码咧落肥，搁拢落真粗手，因为咱做者草莓拢有拍肥底嘛，因为一整整半年啊，所以伊迄拢爱拍肥底啊，啊拍肥底有诶肥底就已经足重诶啊，所以你甲种落，你个落肥会去甲减掉，所以咱通常就是干呐注意即个水就好啊。 那么水当然爱见干见湿啊，吼，就是讲你一定就是袂使互它担担过密的对啦。反正你就是水呢，你再因为咱种的时阵真热啊，种的时阵真热，你一定爱去再起的时阵，后得高点、十点遐，你得来走，亲轻啊，走一下水，走一啊水，就是无爱互土壤即个温度升悬起来。好，草莓这根那是作小的伊就袂贵根因为咱台南温度较悬。 那么假设你是做即个介质栽培，假设假设你那做介质栽培，你可能用的即个水量，你可能是每一点钟你拢爱拍水然后先慢车落肥，啊，有些话唔晓唔晓，迄不要紧，等伊开始根是拍开咧吐水的时阵，那么咱通常就会开始加肥，大概即、這个吼，哦這个天数、哦、大概七天不会超过七天。 仔啊，我哪有问题吼，大概十工、十四工以后，伊开始关到伊吐水，但是迄嘛不一定是仔啊问题，有可能是你环境的这個问题。那么一开始咧吐水的表示已经开出来，跟开始开出来的时阵，安著是肥料，大概就是零点六。我讲啊，伯啊，要安怎做零点六，我水的零点七啊，所以你爱控制，你就是你你水零点七，所以你的肥料你可能该当用用到。 一点点啊，可能三千杯、五千杯的，只能供给他一点点的，差不多滴这个零点八，这个一西子啊，薄薄啊会造一个。啊。你得看，那是这种情形，你得爱足过来落肥的吼、哦。比如讲滴灌带啊，无你就逐工拢拍一束啦，工拢拍一束啦，一束啦。啊，你那无滴灌带，你那是靠这个落力哦。啊，因为真侪这个种草莓吼，做侪拢是肥伤加药伤啊，就是讲。 维修者去搞伊去白条咧，啊白条咧时阵蛇药啊，啊蛇药啊转气味转即个是气个拄开始蜘蛛都即个红蜘蛛的药啊，啊红蜘蛛的药啊气味药啊个即个足容易去甲伤着，啊一下着去甲隔着啊隔着伊着硬硬，啊不地啊不地啊造成无肥啊，啊,啊你个落肥，啊落肥着伊着反乌蝇啊反乌蝇你着感觉讲伊袂大，感觉讲是即、這个即、這个红蜘蛛转不倒啊个药啊甲隔落，这样转一个恶性个这个循环呐、啊。 所以这点呢，爱真真细致啦。比如讲像今年，这个我种的这个草莓吼，阿、啊、爸在厦门这边家己在做示范的，今年算落产啦。那讲落产呢，就是这个其中有一段时间呢，我出差就没有去管理到啊。啊，迄、那个迄、那个做做管理的迄、那个，真、這个换是我一个新手嘛。 万一咧做得好势好势，但是呢，伊着是要去抽啦，叫伊该该初家己上这个实验室，啊，伊就清清楚楚。我也看发现讲哦，因为其中有一个迄个光失调嘞哈，所以、啊、这个肥料的不均匀，所以变做呢，个黑啊做大黑的哈黑啊做大黑诶真好看哦！大家来看拢哦，恁草莓种了足水诶哇，我个看哈没问题吼、喔，因为诶草莓无善良。 哦，啊，著是讲，啊，因为爱有迄个产量吼，爱有迄个产量，有迄个产量，你靠、啊、我都趁着钱。吼。啊，咱伫南部咧种，著是讲，为什么要保啊？特别强调南部咧种草莓真重要，即个所在著是讲，你一定爱伫即个宅啊，即个著爱好啦。吼，加加开几几箍啊，不要紧，比如讲一丛加两箍嘛，爱互伊啦。因为你你挽两粒著一丛，若是加挽两粒著有啊啦。 一粒柑要卖两块呢，唔拿不？啊，所以你也是结一果花，你得，所以咱就是，哎，因为咱咧种，咱嘛无可能种甲足，啊，伊个栽啊来呢，佮等伊个花粉，等伊个花已经过年了啊，佮开花，啊，过年了的火车过啊，你佮你分批啊，对不？到肥火车卖货啊，卖货车房，看较袂所以呢，即、這个草莓苗是是安尼啦，所以。 像阮咧卖诶时阵，阮拢该规划吼。即个你是对一家要种啊，大概啥物时阵我都要互你开花。我會建议你啥物时阵种，种啥物品种，用安尼、啊啊嗯。啊。你你若你若听我下，你就安尼。即一丛几套，一丛就是八块。啊，你若家己买乌百母，一丛就是十四块、十二块。你讲安他他差在，因为呢，你乌百母啊，你到时阵吼、喔、会会讲话栽啊无好啦。 种来死翘翘啦，有诶无拢栽爱问题。啊，实际上可能伫迄个管理，所以伊以有一个一个规套诶，即个模式啦吼。所以我感觉你家己若有即个温室，那么即个一定爱揣着好诶一个即个种苗诶即个来源。那么伫而家已经有一个吼，走去阿里山咧做即、這个大拿吼，大拿，走去阿里山咧做即个草莓苗，那么其实还是可以的。 啊！但是上好诶，我甲你讲，全台湾上好诶草莓苗，毋是伫苗栗啦。苗栗算算苗栗诶，即个山顶，迄、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向天湖迄个所在，较较较较观山效果。啊，稍微再高一点点，迄、那个差不多七八百，迄个所在是最好诶。那么南部要种诶栽啊，吼、那個，迄、那个迄、那个苗也不是最好的，上好的是伫台。 即个桃园啦啦，伊个气温又高啊，即、这个仔啊，即、这个啊，但是因为遐伫山顶吼，养尊处优，落来山脚你要甲种哦，好不简单，爱成本一定较贵啊。但是遐趁钱啦，就是讲你加加加开几许许啦，绝对会趁钱，因为你的退早慢啦，对无啊？伊、这个仔啊健康啦，花也分化完全啦，伊袂退化，袂讲种落。 啊，花出来的几位啊，花带大爷，迄、那个迄、那个经营足济安尼。那么咱咧转即个伫电台这住宅内底用的草莓，就是即个 N 九啦。哦、你即卖已经种来啊，你就是固定一个月头上少用两，最少两次。你也感觉讲我这個草莓味道很平淡，用一点啊个 N 九。有人讲啊，我干卖草莓干卖做甜吼，草莓用钾肥做甜当然足重要。 但是你也看你的很，你个粽有做行不做行？哦，我当时啊，因是草莓，唔是袂甜，是迄个没有风味，哦，食起来迄个味安尼平平啦，吼、哦，无啥物口感啊，水水安尼啦。嗯。上佳草莓是安尼，咱南部的草莓出现这种情形，尤其你若去去种迄个啥物章姬红颜，哇，台湾唔知你烧啥物樟姬，我就完全搞不太懂，一、這个樟姬红颜、哦，人日本个红颜，但叫红颜，啊，伫咱台湾。 即个红眼睛种出来呢，即、这个效果无好，也都就不耐热啊，也对热诶即个抗性的较无遐好，所以为什么伫台湾风香诶即、這个即、這个独霸台湾遐遐久，遐、啊、毋是无道理诶，毋是毋是无加即个草莓品种引进之外，确实是变伊变未过嘛。啊，即几年就是即个香水香水较大量较好种，啊，但是有即、這个。 这个叶枯病的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啊，这叶枯病啊，这看到都白有啊，所以你要要定期的个这个管理。那么幼苗时阵这种菌状芽孢杆菌可能是防治这个叶枯病哦、啊。目前为止能看出来呢，最好的预防方式啊。那么草莓用亚磷酸钾好个最好，就因为你那些像阿伯啊这种南南方草莓管理方式。 阮迄个水分会较侪，阮水水水咧滴滴滴滴滴咧滴，即个水嘅滴较侪啦。哇，啊，水水滴较侪时阵，伊迄根较容易着根腐病啊。根草莓即个根腐病有一部分是即个疫病。哦，啊，即个疫病、根腐病这物件，徛、啊、你用即个亚磷酸钾，咱用亚磷酸、亚磷酸钾，嗯，你来处理诶时阵呢，伊迄根会较好啦。再来，有一个足重要，即个所在就是讲。 伊个伊较,咯咯比較,比較会比较冻长嘛，因为咱这温度较悬吼，咱咱南方草梅，因为咱的温度较悬，温度较悬吼，伊个肉会较好，啊，迄切算正常，会较香些，因为伊蛋白效益较好。所以你一定爱长期用即个亚磷酸钾去甲伊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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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啊，伊个筋就较无容易出问题。那么较早不啊，拢认为讲即个亚磷酸钾对於对即个炭疽病无啥好。 所以讲，咱实际上，咱种瓜啊啦，种虾米其他吼、哦，炭疽病，即个用亚磷酸钾真正无啥。但是，特最后边重点，伫咧草莓内底呢，即竟然吼，阮有做过即个比较，即、這個、有用亚磷酸钾，甲无用亚磷酸钾差真济啦。所以你亚磷酸钾是爱固定，就是变做你其中一份即个肥料。所以，宝宝啊，在、就、即、是這个半个月的一遍，半个月的一遍。 这项咧用 N 九是共换的吼，n 九的是九的蛋哈，这类素不效。这个呢，这个伫草莓内底，这变做是无敌的存在啦哈，就是讲伊伫即个风味、即个提升啦、啊、各方面吼，因为绝对是。你讲啊，刚卖用一寡做甜的吼，即、這个颜色、吼，温度若是有问题。时阵你用一寡果酱菜，吼伊也色水会较水。啊，這一般若是温。 草莓吼、哦，迄色水未都好吼，多数拢是温度的关系吼，是啊，有混未歹啦吼，啊用一点啊，即个转色三号啦，一种东是你也当去调配，但是，即个伫草莓里底来讲，颜色会比较亮丽啦，会当较更生吼。那、嗯、那是做介质栽培即个草莓，大概每一个月吼，一个月内，外习惯哦。 都会跑一次，记个维他命 B，容易早起说那个维他命 B，因为啥咪？因为咱有接种微生物，有接种微生物的时阵，用一点维他命 B，好，咪继续健康的，咪继续好食的，最后你做参考。